恶作剧并不是一件值得称许的行为。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？林根老师，你要干什么？小心我打电话到教育部告你哦！你真是自私又幼稚的小屁孩！在永州老师的校园秘密档案中记载，捣蛋鬼擅长使用整人玩具，还会拉椅子、吓人、推人、使人跌倒出糗，还会在他人食物里加料。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严哥老师的笔记里面，捣蛋鬼总是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呢。真是气死我了！那我们要赶快通知严哥老师。想维护世界和平，实在太令我失望了。
像你这样以整人为乐，难道就是真正的快乐吗？没错，我就是喜欢看人家出糗的样子，这样会让我很爽。你真是自私又幼稚的小屁孩。没错，我就是小屁孩，你越说我越爽。废话不多说，该说拜拜了。严格老师，嗨，捣蛋鬼！严格老师，你要干什么？小心我打电话到教育部告你哦！嘿嘿，孩子你不要怕，眼睛闭闭。这些都